那智捷 U6 车款，本车要进行的更换项目是 Harris 的前防紧杆，以及 Summit 的强化型三脚架，前下三脚架。这个是防前杆的固定橡皮，这个是一整组的固定橡皮，一同的来做更换。现在目前正在进行拆卸，前下三脚架，以及这个前侧防前杆的位置，这个要做更换。另外再检查离载串的状况。好，我们刚刚将共制梁稍微卸下，得以安装这个防倾杆。至于固定座的部分，先稍微锁合，但是没有完全的锁紧。待会两边都稍微锁合了之后，再将离载串做结合，共制梁整个做复原。在安装完毕后，就可以进行这个定位的工程。